是小镇，刚刚吃了个早饭，我又追着老罗上山来采野生林子了。今天天气很好，我叫你不要来，太阳这么大，热热的。非要来。嗯，又把爷爷扔在家里了。老罗。好吧，好吧，哎呀。怎么好啊？过来，快过来！是谁盖了一朵那么好在这里？呜呼！是谁盖的？上粉啦！你看，哇！你看，小心一点的，粘在上面的。这么好一朵啊！你看，粘的是上了豹子粉的。呜呼！来，给近距离给朋友们看。摘了，摘摘摘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哎，哎，连泥巴都拔起来了，你看，一来就收获了一朵，那么漂亮的，看来今天我的运气不错哦。凯凯，你看到？哎，我看到上面这有一个石头。哇，我看到了，这里、两朵，三朵，这里还有一朵，这还有朵嫩的。哦，盖着这里，这两朵可以拿了，这两朵可以拿了。哎呀，一来这里，看到、哦、这朵留着吧，那朵嫩的留着啊，也盖这里啊，啊，盖这里，可能要过半个月这样。好了好了，别盖太好了，一进来就有收获，看来今天。来来，对这个地方了，放包包里面先，看好一点啊。可能有的是上次别人来找过一次，就把它盖掉啊。把它盖在这里面的。哎呀，一来就有收获了，就得了三朵，这朵还上很上粉的。继续找下，看好一点啊。嗯，你看哪里树叶厚一点看。那里有树兜，我要看好。那里有个树兜，我就过去看一下。小娟这里又发现了，发财啦！又发现一朵。今天运气好极了，看。哇！好漂亮一朵。对呀，采了，这个可以摘了。这个可以摘了。嘿嘿嘿，哎，断脚去了。断脚去了。给我翻断去了。可惜了啊。哇，看来这片山很有林子，没有人来找，可能对，看好一点啊，不能错过每一个树都。你要眼睛放亮一点哦。好的，那我也找找去。小珍在那边找，我就往这里找上去。小珍，哇，我这里发现了一朵也上粉啦，快过来。哇，好漂亮的一朵莲子上粉啦。来来来来，给你剪得够远一点，你好久没上山来剪采莲找野生莲子了。看来我们今天来对了，哦，跟刚才那一朵一样。上粉很好啊。别拿死我们那木棍来抠，又断脚去了。你看，今天来对了这个地方，是不是？搬了。搬了。哇，这种林子，看着都喜人了，极品林子。哇，看来这片山要多多看一眼。看看好一点啊，找好一点，慢慢的找。把这个粉放好放平，不要把那个放好一点啊，不要把那个磷脂粉弄掉了。这样子哦。我应该拿一个塑料袋来装是最好的。哎呀，看来这片山来对了。我要看好一点。慢慢找啊。慢慢找。别着急啊。要看好一点。又被你找到磷脂了。你看。你说我运气有多好？
小个的。刀看好一点。树兜在哪里啊？我有没找到树兜啊？哎，这里有一朵。要看好。我来摘，我来摘，我来摘。哎呀，树兜在哪里？来找一下。这里啊？不是，那快点摘去，我要去找树兜去。就这里有个小小的宝贝，两朵个小宝小宝贝，老不老？老是老啊。好也难。这个啊，这个啊。哎。这么小。来来来。小可爱。哦，树都在这里，看在这里，有没有？三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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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朵。哇，看好点。哇塞！看好点。你看这一朵。嗯。这一朵。上。三朵都可以采了。可以采了。哇。你看。今天我的运气好极了。哈哈，找一些袋子，看附近的。看附近，看附近。找一些袋子先，别着急。这种有粉要放好一点。对。看来这个袋要满了。哇塞，一来就收获了好几朵，看。看，放好一点。嗯。看好点啊。嗯。咦，这里还有一朵小小的，要不要捡？你要小心哦，你走那边的时候你要小心，有个地方我发现了个马蜂窝，好大。马蜂窝不怕，叮就叮呗，只要捡到灵芝先呢。来，再给一朵哟，大大给你。这种看好点啊。小金看到的这个小马蜂窝，上次我就被这种叮了。呵呵，不要不要的去，快点走，小镇。这里又踩到了一朵上粉的。哼哼，看来这片山，真的，哇，好漂亮的一朵，啊、哦嗯，哇。要看好哦，这片山看来很多灵芝哦。这片山很多灵芝，一定要看好一点，看仔细一点。我因为这个上粉的跟这个沙树叶子都差不多。因为大太阳的。太阳一反射过来，根本看不清哦。嗯。小珍。哎。哎呀，我都找一遍了，你还又进去看一下。哎呀，还得几朵蛮漂亮的嘛。三朵，刚才这一朵是那边那个，后面又捡了三朵，可以吧？可以。今天我来是来对了。累是累的。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再找一下。嗯，有收获，还是感觉好过瘾。喝水。好的。哎呦。得很多啊，嗯，要看好，嗯，好的，你先喝。看到没有，我这里有个树都不知道有没有。嗯，长了很多，哎，我看到一朵喽。嗯，快点上来。
嘿嘿，这里还有一朵，两朵，一朵嫩的。这两朵啊，三朵啊，一朵嫩的呀、啊，你看。哦，上面还有一朵，这朵嫩的不剪吧？不，随便你。断，一般都断了再剪。哇，这里还有一朵，这朵嫩的留一下吧。随便你留不留了。又得了两朵，看来这段时间人吃的很老了。嗯。嫩的也有，老的也有，嫩的留着吧，要不要盖一下？不用盖了。小珍、啊，你这等我一下，我到上面这里去找一下，这太猛了，我也不想让你进去找，就怕马蜂窝啊，那些虫虫啊，啊。好的，好的。那我一人上去找一下。休息一下，好不饿。嗯。咦，这里发现了一朵。嫩嫩的，两朵在树头这里。哦吼，太嫩了。瞧一下，这边上来。这上面有个树头。咦，这里有一朵。没看好的，没有发现呢。看你还有没有？几个树都在折一朵。那里看到一朵小小的，哦，这里这几朵还嫩得很，你看，这里，这里太嫩了，这个没用的，这里有没有？这里有个树头。看到长出来，你的多还是我的多啊？哦，你看，哦，看，你得的这个上反了，我得的好几朵那个小的，嘿，两朵大的，哇塞，你看，哇。哇，哎，你看，今天可以啊，可以了。今天我们来这里、啊、这片山，走到袋子去，我走到那下面去，捡到几朵？我有可能有七八朵，小一点的，那也不大。来，放袋子去。好。哎呦，你热死了，水都被我喝完了。对呀、啊。累。你怎么又捡到这么多好货的啊？我在下面那里，我把那片山底部的全部都找完去了。这袋满满了。今天可以啊，给你背吧，好不好？好、啊，我来背，我来背。啊，我爬的那个山好累啊，感觉。没有水喝啦？还有一口口。哦。我还留一点点给你。还不够我一口。走吧，走吧。这里都是东西没有。你看这里我没看，我只从那边看、哎。你看到了吗？我看到一朵小小的，不知道还有大的没有。看好一点，我就是从那一片走过来的。哦哦，这里有朵嫩嫩的，不要吧？太嫩就不要。看上面有没有，要看远一点。下面那些树都我都一全部找过来了，那没有，只有一朵嫩的，这个，那就留着吧。这一朵，啊，还那么嫩，那就留着吧。有两朵嫩嫩的，留着吧。好好，下次再来。嗯。
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。这里有个树兜，看一下有没有。干嘛？马蜂，马蜂，马蜂。被叮没有？把游戏。这手肘这里又被叮了，哎呀！来，我给你擦点风油精吧。哎呀，这个时间上山真的很累。看来我以后我都不敢来了。我靠！擦点风油精好不好？把这个毒水逼出来。咦嘿，那我不敢。哇，这个这段时间的风太猛了。幸好幸好我没往那边走。幸好你没跟我走那边。咦，太猛了，看到害怕。这里有个树兜嘞，看一下。拿点风雨中的风雨中的擦一下。哦哦哦，你别过去那边了。好好好。呜呼，在这外面一层好像，这里。这中间的。这手连满肿起来了。快快快！哎，这段时间上山最害怕的就是马蜂了。对呀。你看，肿起来了！快快快，快擦擦擦擦！快点快点！这个手腕这里被叮了，脱下来，一下两下也不知道。脱下来，我帮你擦吗？不用不用不用，我们往这里下去回家了，算了。好好好好好。哎呦！咦！痛死了！肯定痛喽！慢慢回家。好好好。我们今天的收获，看这个林子，看着都好喜人呢、啊，剩下这个。还有没有？没有了。有大有小，看来今天我们的收获还是挺不错的哦。嗯。看，可以吧？可以。明天继续。明天我不想去了，那么多马蜂被追的我。幸好我没有跟你屁股撞。你看这几朵。很好看啊，嗯，很好哦，嗯，好了，晒这里吧。好的，走，吃饭去了，吃午饭了、现在已经差不多4点钟了，我来看一下小月月先。